女人是水，男人是泥，有的女人她是水泥，她就是什么时间都很硬，她是钢筋混凝土。我告诉你，所有的地方都强，她就会死路一条。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女人，家庭妇女，她在所有的地方都弱，她也会死路一条。那到底怎么办呢？在工作中间，我们出门就是来狩猎的，所以手段要强硬，叫义正言辞。但是回到家里是要归位的，这个时候你才需要搔首弄姿。但是现实生活中间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愚蠢的女人搞反了，对自己的老公义正言辞，见了别人的男人搔首弄姿，在公众平台上搔首弄姿，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我每一次回到家里我都是非常柔软的。老公进门，我是听见那个密码响，我就要过去迎接他，接他的包，接住包还跟着他一起进卧室，给他编鞋，让他换，把他的家居服给他拿出来放到床边，然后我就出来给他倒水，我说累坏了吧，或者回来了吧，就打个招呼。我这样一说，就有人在下面给我评价，我是个女人，我不是个贱人。哎，你这样跪舔的女人没有好结果，你的老公得多么牛逼你才这么做。愚蠢，非常的无知。我说我老公出门的时候我会下去送他，每一次我都是送到车库的，他跟我说下面冷下面热不用下来了。哎呀，我说在家里待着也没事，我下去散散步，我送到车库里边，他还要坐到车上，我看着他，他就被迫把窗户摇下来，我就趴窗户上跟他讲早点回来啊，他说知道了，我说早点回来，他说知道了。然后等他的车出去，他会出那个地库的时候，他会摁两下喇叭，滴滴，就是拜拜。我等他上去我再回家。哎，老师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因为我这么做，房子是我的名字，车子是我的名字，存款都是我的，因为我这么做我就可以得到更多。我算了一下，用这几个简单的小动作比去搞定一个客户轻松多了。你可以低在尘埃里，你可以无尽柔软。我就告诉你，假如你是我们家的男人，你们的张老师都已经这么牛逼了，但是回到家里对你温言细语，对你甜言蜜语，你进家门我还给你颠鞋，我给你蹲下来放在这里，你告诉我那一刻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妈的你再牛逼不是也跟我颠鞋吗？你有没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？男人的感觉是特别好的，他再找一个女人，我告诉你99.9%他很难找到像我这个段位的女人，你信吗？